大家好，我是尔本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先锋联赛系统前瞻。战士们需要报名参加先锋联赛，报名后参加一定场次的比赛，并根据胜场数量获得奖励，胜利的场次越多，奖励越丰厚。一、胜场系统，每轮将进行四场比赛，战士们根据每轮胜利的场数获得皇冠和奖励，获得四胜后还能拥有额外奖励。二、里程碑系统，里程碑是先锋联赛的主要奖励系统，将根据战士们获得的皇冠数量解锁相应奖励，各位战士也可以将里程碑升级为高级里程碑，并开启专属奖励，里程碑奖励将会每周刷新。三、排行榜，排行榜上的战士能够获得称号、开场展示动作等物品，彰显自己的实力。先锋联赛系统存在大量奖励道具等待战士们的领取，战士们快来报名参赛，在一场场紧张刺激的战斗中积累胜利，赢取荣耀吧。